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宣读讨论事项：一、继续审查本院委员王玉明等十六人拟具《动物保护法》第十二条及第二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二、继续审查本院委员高志鹏等三十二人拟具《动物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逐条讨论；三、继续审查本院委员邱志伟等二十一人拟具《动物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逐条讨论；四、审查本院委员黄伟哲等二十人拟具《动物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逐条讨论；五、审查本院委员王玉敏等十六人拟具《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案逐条讨论。讨论事项宣读完毕。我们提案委员黄伟哲黄委员跟王玉敏王委员都还没有到，所以我们等他们到的时候再让他们来做提案的说明。好，今天讨论事项已经在6月23日询答结束，且广泛讨论无人登记发言，现在进行逐条讨论，逐条宣读完再进行协商。我们请宣读。宣读条文：委员邱志伟等二十人提案第五条，动物之饲主以年满二十岁者为限，未满二十岁者饲养动物，以其法定代理人或法定监护人为饲主。饲主对于其管理之动物，应依下列规定办理：一、提供适当干净且无害之食物及二十四小时充足干净之饮水；二、提供安全、干燥、干净、通风、排水适当及适量之遮蔽、照明与温度之生活环境；三、提供法定动物传染病之必要防治；四、避免其遭受骚扰、虐待或伤害；五、以笼子饲养宠物者，其笼内空间应足够宠物充分伸展，并应提供充分之笼外活动时间；六、以绳或链圈束宠物者，其绳或链应长于宠物身形，且供宠物充分伸展活动使用；安全、舒适、透气且保持适当松紧度之项圈，并应适时提供充分之户外活动时间；七、不得以汽机车牵引宠物；八、有发生危害之虑时，应将宠物移至安全处，并给予逃生之机会；九、不得长时间将宠物滞留密闭空间内，并应开启对流孔供其呼吸；十、提供其他妥善之照顾；十一、除绝育外，不得对宠物施以非必要或不具医疗目的之手术。饲主饲养之动物，除得交动物收容所处所或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指定之场所收容处外，不得弃养。委员王玉敏等十六人提案第十二条，对动物不得任意宰杀，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为肉用、皮毛用，或是为饲其他动物经济之目的；二、为科学应用目的；三、为控制动物群体疾病或品种改良之目的；四、为控制经济动物数量过剩，并经主管机关许可；五、为解除动物伤病之痛苦；六、为避免对人类生命、身体健康、自由、财产或公共安全有立即危险；七、收容于动物收容所或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指定之场所，经兽医师检查，患有法定传染病、重病无法治疗，严重影响环境卫生之动物或其他紧急状况，严重影响人畜健康或公共安全；八、其他依本法规定或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事由，中央主管机关得公告禁止宰杀前第一款之动物，任何人不得因第一项第一款锁定事由有下列行为之一：一、宰杀、贩卖、购食、食用或持有犬猫或其毒底、内脏或含有其成分之食品；二、经贩卖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禁止之宰杀动物之毒底，依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准许认领之动物，不包括第八条公告是禁止饲养或输入之动物，但公告前已饲养或输入并得依第三十六条第一项办理登记者，准由原饲主认养。本法中华民国104年一月二十三日修正之条文实施之日起两年，收容于动物收容处所或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指定之场所或经通告或公告超过十二日无人认养或适当处置之动物，得予以宰杀，不适用第一项规定。委员邱志伟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十二条，动物不得任意宰杀，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待此限：一为肉用、皮毛用或为是其他动物之经济利用目的；二为科学应用目的；三为控制动物群体疾病或品种改良之目的；四为控制经济动物数量过剩，并经主管机关许可；五为解除动物伤病之痛苦；六为避免对人类生命健康、身体自由、财产或公共安全有立即危险；七收容于动物收容所、处所或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指定之场所，经兽医师检查患有法定传染病、重病无法治疗、严重影响环境卫生之动物或其他紧急状况，严重影响人畜健康或公共安全；八、其他依本法规定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事由，中央主管机关得公告禁止宰杀前第一款之动物，任何人不得因第一项、第一款所定事由有下列行为之一：一、宰杀、食用猫、犬猫；二、食用或买卖犬猫之徒体及其含成分之产品；三、经贩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禁止宰杀动物之徒体；依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准许认养、认领之动物，不包括依第八条公告禁止饲养或输入之动物，但公告前已饲养或输入并依第三十六条第一项办理登记者，准由原饲主认养。本法中华民国104年1月23日修正之条文施行日之日起两年内，收容于动物收容处所或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指定之场所，经通知或公告超过12日无人认养、认养或适当处置之动物，得予以宰杀，不适用第一项规定。黄伟哲委员等20人提案第五章之一民间动物保护团体，委员黄伟哲等20人提案第24条之一。民间动物保护团体为社团法人或财团法人，自法人设立登记完成之日起一逾2年，且推动物保护相关事务卓有成效，得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登录。民间动物保护团体之登录有效期间为2年，期间届满前4至4个月至6个月得再申请登录。中央主管机关应遴聘专家学者、相关机关之立案及民间动物保护团体代表为第一项条件之审查，其中专家学者及立案之民间动物保护团体不具政府机关代表身份者，不得少于遴聘人数之2/3。前项不具政府机关代表身份者，如为申请登录民间动物保护团体之代表人、管理人、代理人、理事、监事、会员、董事、监察人或受雇人者，应自行回避。民间动物保护团体之登录申请审查程序及撤销或废止等事由，由中央主管机关另以命令定之。委员黄伟哲等20人提案第24条之二。各级主管机关于准驳第6条之第一项、第12条、第一项、第四款、第13条、第一项、第四款、第14条之一、第一项、第14条之二或第22条之一、第一项，但书锁定执照或许可之申请前，应给予经登录民间保护团体陈述意见之机会。经登录民间动物保护团体之陈述意见，应于各级主管机关通知到达之日起1个月内为之，并准用行政程序法第103条第二款、第三款及第104条至第106条之规定，各级主管机关准许或驳回第一项之执照或许可之申请时，应并以书面送达经登录之民间动物保护团体。委员黄伟哲等20人提案第24条之三。经登录民间动物保护团体符合下列各款规定者，就第24条之二第一项所指执照或许可，虽无关自己权利或法律上利益，得以自己名义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该行政处分或确认其为无效或违法。一、指责各级主管机关是作为违反本法或依本法所定之行政命令；二、以依本法于核发前述陈意见，经但各级主管机关未给予陈述意见之机会者，不在此限；三、以处分书送达1个月。不知不便期间内为之，处分书未送达者，自知系时起算；但自送达处分相对人后一逾1年者，不得提起。前项规定于执照或许可系基于行政法院之判决而作为者，不适用之。依第一项请求确认行政处分无效，不适用行政诉讼法第6条第二项规定。经登录民间动物保护团体符合下列各款规定者，于各级主管机关就违法情事代为本法锁定不利益处分或其他措施时，虽无关自己权利或法律上利益，得以自己名义
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为相关处置，一指责各级主管机关之不作为违反本法或依本法所定之行政命令，二经登录民间团体保护团体对于各级主管机关代为处置时，曾以书面叙明具体理由而告知，而该机关于书面送达之日起60日内仍未依法作为者，于期满之日起一个月内之不便期间内为之。前项第二款书面之格式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委员高志鹏等30人提第25条，违反第5条第2项规定，故意使动物遭受伤害，致动物肢体严重残缺、重要器官功能丧失或死亡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新台币1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金。委员王玉明等16人提案第25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新台币1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金：一、违反第5条第2项或第6条规定，故意使动物遭受伤害，致动物肢体严重残缺、重要器官功能丧失或死亡；二、违反第12条第2项或第3项第1款规定，宰杀犬猫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禁止之宰杀之动物，前项各款情形之一者，主管机关得公布其姓名、照片违法事由。委员黄伟哲等20人提案第25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新台币30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金：一、违反第5条第2项或第6条规定，故意使动物遭受伤害，致动物肢体严重残缺、重要器官功能丧失或死亡；二、违反第12条第2项或第3项第1款规定，宰杀犬猫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禁止宰杀之动物，有前项各款情形之一者，主管机关得公布其姓名、照片违法事实。第一项行为致死动物之事主非行为人者，为该犯罪之被害人得为告诉或自诉，虽非事主但于第一项行为致死而伤而特定事主或管理之动物非行为人而有持续照护之事实者，推定为前项所指事主。委员高志鹏等32人提案第25条之一，违反第6条规定，故意使动物遭受伤害，致动物肢体严重残缺、重要器官功能丧失或死亡者，处6个月以上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20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金。委员高志鹏等32人提案第25条之二，违反第12条第2项或第3项第1款规定，宰杀犬猫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禁止宰杀之动物者，处6个月以上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30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金。委员高志鹏等32人提案第25条之三，违法第5条第2项第6条第12条第2项或第3项第1款规定，使用药物枪械致复数动物死亡等情节重大或5年内再犯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5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金。违反前项情事之一者，应接受主管机关4小时以上18小时以下生命教育与辅导，主管机关并应公布其姓名、照片违法事实与追踪辅导。委员高志鹏等32人提案第25条，这是违反第22条第1项规定，未经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许可，擅自经营第22条特定宠物之繁殖场、买卖或寄养业者，处新台币10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款，并限期令其改善，届期不改善者，应令其停止营业，拒不停止营业者，按次处罚之。委员王玉敏的16人提案第27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之罚款，并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违法事实，或限期令其改善。经限期令其改善，届期未改善者，得按次处罚之：一、违反第10条第1项规定，驱使动物之间或人与动物搏斗；二、违反第10条第1项规定与动物搏斗；三、违反第10条第2款规定，以直接间接赌博为目的利用动物进行竞技；四、违反第10条第3款规定，以直接间接赌博或其他不当目的进行动物交换与赠与；五、违反第10条第6款规定，有其他有害社会善良风俗之利用动物行为；六、违反第12条第1项规定宰杀动物，其违反第12条第3项第1款或第2款规定，贩卖购买食用或持有犬猫或其徒体内脏含有其成分之食品，或贩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禁止宰杀动物之徒体；八、
宠物繁殖业者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22条第二项所定办法中有关宠物繁殖作业之规定，九违反第23条第三项规定，经劝导仍未改善，十制造、加工、分装、批发、贩卖、输入、输出、赠与或意图贩卖而公开陈列有第22条之四第一项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之一之宠物食品。十一违反第23条之二规定，位于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所定期限收回、销毁或亦为其他适当处置。委员邱志伟等21人提案第27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款，并得公布其姓名、照片或违法事实，或限期令其改善。经限期令其改善，届期未改善者，得按次处罚之一。违反第10条第一款规定，驱使动物之间或人与动物搏斗。二违反第10条第一款规定与动物搏斗，三违反第10条第二款规定直接间接赌博为目的利用动物进行竞技，四违反第10条第三款规定以直接间接赌博或其他不当目的进行动物交换以证明，五违反第10条第六款规定其他有害社会善良风俗之利用动物行为，六违反第12条第一项规定宰杀动物，七违反第12条第三项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规定贩卖食用犬猫之土体及其含其成分之产品，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禁止宰杀动物之土体，八宠物繁殖业者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22条第二项所定办法中有关宠物繁殖作业之规定，九违反第22条第三项规定，经劝导仍未改善时，制造、加工、分装、批发、贩卖、输入、输出、赠与或意图贩卖而公开陈列有第22条之四第一项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之一之宠物食品。十一违反第23条之二规定，位于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所定期限内回收、销毁或为其他适当处置。委员邱志伟等21人提案第30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75,000元以下罚款：一、违反第5条第二项第一款至第10款各款之一或第6条规定，故意伤害或使动物遭受伤害而未达动物肢体严重残缺、重要器官功能丧失或死亡或过失伤害，或使动物遭受伤害之动物肢体严重残缺、重要器官功能丧失或死亡；二、违反第5条第二项第11款规定，宠物除预决目的外，给予非必要或不具预料目的之手术行为；三、违反第11条第一项规定，对于受伤或经罹患罹病动物，饲主未给予必要之医疗，经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通知限期改善，届期未改善；四、违反第13条第一项第一款规定，于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宰杀动物；五、违反第13条第一项第四款规定，未依主管机关许可方法宰杀数量过剩之动物；六、违反第13条第二项规定，未依中央主管机关所定宰杀动物相关准则宰杀动物；七、违反第14条之一第一项规定，未经主管机关许可使用禁止之方式捕捉动物；八、违反第14条之二规定，未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制造、贩卖、陈列或输出鹿兽夹；九、违反第22条之二第二项规定，宠物繁殖或贩卖业者与宠物交买卖交易时，拒未提供购买则有关宠物资讯之文件；十、违反第22条之二第三项规定，宠物繁殖买卖或寄养业者于电子、平面、电信、网络及其他媒体进行广告行销宣传时，未标示其许可证字号；违反前项第一款至第8款规定之一，经裁罚处分送达之日起5年内故意再次违反前项第一款至第8款规定之一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委员黄伟哲等20人提案第30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75,000元以下罚款：一、违反第5条第二项第一款至第9款各款之一或第6条规定，故意伤害或使动物遭受伤害而未达动物肢体严重残缺、重要器官功能丧失或死亡，或过失伤害或使动物遭受伤害致动物肢体严重残缺、重要器官功能丧失或死亡；二、违反第5条第二项第10款规定，宠物除绝育目的外，给予非必要或不具医疗目的之手术行为；三、违反第11条第一项规定，对于受伤或罹病动物，饲主未给予必要之医疗，经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限期改善，届期未改善。
是违反第十三条第一项第一款规定，于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宰杀动物；五、违反第十三条第一项第四款规定，未依主管机关许可方法宰杀数量过剩之动物；六、违反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未依中央主管机关锁定宰杀动物相关准则宰杀动物；七、违反第十四条之一第一项规定，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禁止使用之方法捕捉动物；八、违反第十四条之二规定，未经主管机关许可制造、贩卖、陈列或输出入售假；九、违反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二项规定，宠物繁殖或买卖业者于宠物买卖交易时，拒未提供购买者有关宠物资讯之文件，十、违反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三项规定，宠物繁殖买卖或寄养业者于电子、平面、电信网络及其他媒体进行广告行销时，未标示其许可证字号，违反前项第一款至第八款规定之一，经财罚处分书送达之日起五年内故意再次违反前项第一款至第八款规定之一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因前项第一款行为致死动物之事主，非行为人者，为该犯罪人之被害人得为告诉或者自诉，虽非事主，但因于前项第一款致行为之第一款行为致死伤而无特定事主或管理人之动物，非行为人有持续照护之事实者，推定为前项所指事主。委员邱志伟的二十一人提案第三十条之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并得按次处罚之：一、违反第五条第二项第一款至第十款规定，未达动物受伤状况，经限期令其改善，借其仍未改善；二、违反第五条第二项第一款至第十款及其第六条规定，过失伤害或使动物遭受伤害而未达动物肢体严重残缺、重要器官功能丧失或死亡；三、违反第二十四条第四项，不提供其特定宠物饲养现况及受转让饲主资料，经限期令其改善，借其仍未改善。委员邱志伟的二十一人提案第三十三条之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饲养依第十九条第一项办理登记之宠物及认养依第十四条第一项收容之动物：一、弃养动物；二、将不宁继续饲养之动物交动物收容所处所；三、管理动物违反第五条第二项各款规定之一；四、违反第六条规定骚扰、虐待或伤害动物；五、从事第十条各款之一所定行为；六、违反第十一条第一项对受伤或罹病之动物未给予必要之医疗；七、违反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任意宰杀动物，或违反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宰杀或贩卖犬猫经公告禁止宰杀动物之徒体；八、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依第三十二条第一项或前条第一项规定没入动物，违反前项规定饲养宠物或认养动物者，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之罚锾；或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并没入其宠物或动物，有第一项各款情形之一，依第二十五条至第三十一条，经判决有罪，还起诉或处罚者，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令其接受部分课程于动物收容处所或实作之动物保护讲习，其方式、内容、时数、费用收取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修正动议第一案第二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锾，并得公布其姓名、照片或违反事实，或限期令其改善，经限期令其改善，借其未改善者，得按次处罚之：一、违反第十条第一款规定，驱使动物之间或人与动物搏斗；二、违反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与动物搏斗；三、违反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以直接、间接赌博为目的利用动物进行竞技；四、违反第十条第三款，以直接、间接赌博或其他不当目的进行动物交换与赠与；五、违反第十条第六款规定其他有害社会善良风俗之利用动物行为；六、违反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宰杀动物；七、违反第十二条第三项第一款或第二款规定贩卖犬猫之徒体，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禁止宰杀动物之徒体；八、宠物繁殖业者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二十二条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宠物繁殖作业之规定；九、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未为宠物绝育且未申报及提出繁殖管理说明，或未申报繁殖场需求而繁殖宠物时，制造、加工、分装、批发、贩卖、输入、输出
赠与或意图贩卖而公开陈列有第二十二条之四第一项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之一之宠物食品，十一违反第二十三条之二规定，位于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所定期限内回收、销毁或其他适当之处置。提案人苏任清委员等人。修正动议第二案第三十三条之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饲养依第十九条第一项应办理登记之宠物及认养依第十四条第一款收容之宠物；一、弃养动物；二、将不宜继续饲养之动物送交动物收容处所；三、管理动物违反第五条第二项各款规定之一；四、违反第六条规定骚扰、虐待或伤害动物；五、从事第十条各款之一所定行为；六、违反第十一条第一项对于受伤或罹病之动物未给予必要之医疗；七、违反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任意宰杀动物或违反第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宰杀或贩卖犬猫或经公开禁止宰杀动物之土地；八、经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依第三十二条第一项或前条第一项规定没入动物，违反前项规定饲养宠物或认养宠动物者，处新台币三千元以上一万五千以下罚款。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并应没入其宠物或动物有第一项各款情形之一或依第二十五条至第三十一条经判决有罪还起诉或处罚者，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得令其接受部分课程于动物收容处所参与实作之动物保护讲习其方式、内容、时数、费用收取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提案人邱志伟委员等人宣读完毕。好，我们有请提案委员黄伟哲黄委员来说明。好，主席、各位同仁哈，副主委，我想很简单的，我们把这个我的提案再做一个简单的补充说明。其中包括几个比较重要的或者比较值得可以讨论的，当然就是法则的提高，以及所谓公益诉讼，所谓的那个饲养长期喂养人可以取得这个饲主的身份哈，来替这个受虐的宠的这个动物来这个进行诉讼。不过因为这个部分其实坦白讲有一些动保团体还有一些朋友大家还在讨论中间，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讨论的时候我会这个接受大多数的委员的意见哈。那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这个对于虐杀动物的法则提高，以及对于食用动物的这个部分哈，的食用动物的土体这部分的法则也会提高。我想说简单简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好，我们现在进行协商。好，这个是蓝绿都极有共识的法案哈。好，那我们就一条一条来。好，第一个是从邱志伟邱委员这个第五条的部分，增列第七款，好，不得以汽机车牵引宠物，这个有没有意见？来，没有意见。委员，我们建议一个多一个顿点，汽机车那个汽机。好，对，用叠顿点，嘿，这些文字修正。好 ，OK， 修正通过。来，第十二条有王玉敏王委员跟邱志伟邱委员的两个的不同点呢，是在于他们的我想我们要对焦一下我们所使用的书面的东西一不一样。我们委员的都是这个这一本的哈，我们大家对焦一下哈。来，我们大家对照就用这一本啊，要用那一本吗？委员，我们发了一下我们做的整个对照表，还有个对照表，他记住了，他记住了。哎，农委会这个，我们是我们把这个委员，因为汪武做笔记理解，汪武做笔记。拍水。哎，我们有做笔记，所以我才。好了哈。
拿纸。好，那来，我们第十二条的部分呢、哦，王委员跟邱委员的我们直接看他们，其实也都相同，但是呢，我们来数一下哈，第十二条，一、二、三，第三项，他们只有第三项不同，第三项的第一款跟第二款。第三项当中的王玉敏王委员的第一款呢，的第一款就是邱志伟委员的第一款加第二款，就是把宰杀、贩卖、购卖、食用或持有犬猫或其土体内脏或含有其成分之食品，王委员呢，他是整个把它整合在一项，在一款。那邱委员的呢，他把它分开啊，就是宰杀食用犬猫的，好一款，然后第二个呢是食用或买卖犬猫之土体及含其成分之成品，好，这个部分来永委会表达一下意见。委员，这两个版本其实那个内涵都一样的，那两个版本都可以处理，没问题。好，那。要不然我们两个委员这样好不好？我们就以农委会的建议把它，你们是建议成为合在一起嘛？哈。我们建议合在一起，那就是用那个王玉明委员的版本文字。一主任赶快，一主任赶快。邱委，你可以接受吗？可以吗？他还只有差两个字啦，或持有。那你的部分是食用或买卖犬猫，然后他是食用或持有。犬猫，你们注意一下，王委员的这个部分或食用或持有犬猫，那邱委员的是食用或买卖犬猫。因为持有的范围会多去管制这个行为，所以我们建议范围会比较大。好，也包括买卖吗？能包括。那好，那他那个邱委员，你要加入持有是吧？对，你只要有持有就算，只要有拿到就不行了。哦，后冰箱里面有，从严了哈，从严。他不卖。好，这部分我同意了，就是合并哈。好，把我的一二款合并成这个你们建议的通过版本，农委会建议的合并管哈。好，那再来我们来看黄伟哲黄委员，非常感谢王委员哈。他的真列第二十四条之一的部分，第五章之一，民间动物保护团体，他刚才在议案说明的时候也表达，这个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所以他同意说不予增订，在这一次当中不予增订，然后再来黄伟哲黄委员二十四条之二、二十四条之三。好，都不予增订，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就。跳到黄伟哲黄委员、高志鹏高委员、王玉敏王委员的第二十五条，那这都是在讲罚则。那这罚则当中呢，我稍微说明一下他们的不同性。那如果是这个黄伟哲黄委员的部分，都是把黄委员的部分是提高为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王委员呢是提高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罚款的部分呢、罚款的部分是黄伟哲的是除了刑期是三年以下之外，还30万元以上到300万元以下。那高志鹏高委员的呢，他是高委员的呢是他的比较细致，就是他把全部的类型打掉，他总共有几个？25之1、25之2、25之3。他把变为25之1、25之2、25之3、25之4，他就是把它细分了。如果说我们呢虐狗的样态，好，我说明一下，如果像高志鹏高委员的，他的样态呢，25条之1，故意使动物遭受伤害，致动物肢体严重残缺。重要的器官功能丧失的，处6个月以上2年以下，然后呢，罚款是20万以上200万以下。这是这种虐狗虐待动物的样态。那25条之2的虐狗样态呢，是宰杀，用宰杀了，好，那宰杀犬猫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禁止
宰杀的，那他处六个月以上两年以下，那罚款呢是30万以上300万以下。好，那第二十五条之三呢，是你使用除了刚才讲的这二十五条之一、二十五条之二呢，那使用药物、枪械致死，你动到这些这些这些机器，好让他死亡的，或他又宰要再犯的，如果这些虐狗的这个嫌犯呢，他又在五年内再犯，他就处于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罚金哈50万到500万以下。好，而且还要做生命教育。好，那第二十五条之四呢，它是针对宠物的繁殖场，好的部分，特定的宠物繁殖场擅自经营呐，哈，没有经过合法的擅自经营或买卖寄养的，也是有罚款，哈，10万以上300万以下。好，所以这个我简单说明一下，这是高志鹏高委员，那黄伟哲黄委员跟王玉明王委员的部分，只是在刑期，一个是3年以下，好，黄伟哲黄委是3年以下，然后并科罚金30万300万以下，那王玉明的是两年以下，好的刑期，然后10万以上。好，然后100万以下，好，那就这三个版本。好，那请各位委员讨论。主席、各位同仁，我想说简单的说哈，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法案最好，我也觉得自己的法案最好，可是我觉得还是必须面对现实来讲，因为这个部分是对于刑法的这个损毁罪，刑法损毁罪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你对于这个有饲主的宠物，你如果不把它杀掉，它也是面临的这个损毁罪。现在被认为是损毁罪，我虽然深深不以为然，但是现在的刑法是如此，所以说我认为说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虐杀动物无主的流浪动物，你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是认为是好的。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必须要去修正刑法，因为才能够这个对有才能符合比例原则哈。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不坚持，但是我认为说至少2年以下是一定要的哈。所以我只是请大家委员会各位同仁大家自己决定。至于罚锾的高低，其实大家都知道虐杀动物，在国外来讲，虐杀动物跟这个伤害罪的嫌犯，暴力犯罪的嫌犯，其实行为上是有一定程度的连结的，这在国外的研究已经指出来了。只不过我觉得其实这部分30万到300万还是要多，还是下限把它拿掉，有的人真的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没有意见，我不坚持，但是上限一定要适度的提高，这点是建议的。那第三点就是法律其实这个太阳，我觉得其实那个分25之1、25之2太阳是很好，但是我们看刑法的这个杀人罪，其实杀人就是10年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就是他在法律条文里面比较没有分说用刀杀，用锤子杀，用绳子杀，或是用这个毒药毒杀，或者其实，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太阳，如果我们要分得太细，一方面不适宜放在条文本文里面，另外一个部分会碰到挂一漏万的情形，万一又有一个另外一个太阳，你没有规范到了，那我说我们要回头来修法，就有一点，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是不是要这样，还是把它做一个概括性的规范？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我们也尊重委员会各位委员大家的一个看法。好，那个我们是法规会吗？主席各位不好意思，我是法务部代表哈。那我很对委员提案啊，提高这个动物保护法的罚则，我深感这个钦佩。但是这边在这个立法上有几个问题，可能要跟委员报告了。那第一点就是25条之1跟25条之2。是处6个月以上2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在我们目前一般这个刑法的集聚啊，处6月以上它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在目前所有的刑法，包括特别刑法啊，都没有6个月以上2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集聚啊。那我是希望说，我们敬爱的委员啊，是不是我们在动物保护法的话，不要打破这个集聚啊，不然的话变成比较特例。那第二点就是在那个25条之3哈，25条之3它有规定等情节重大，因为在刑法里面的话哈，没有任何一个条文规定等啊，因为用等的话会变成不确定的一个概念，在
实际上发生案例的话，会让检察官跟法官他没有办法判断说这个行为是不是属于这个等。那因为情节重大本来也是属于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但是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里面，我们已经有把情节重大列为这个构成要件之一，所以如果我们保留情节重大的话，我是建议我们敬爱的委员那个等字哈，等字一定要把它删掉。那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在25条之3把这个五年内再犯把它列为这个法律的构成要件，因为在刑法47条五年内再犯已经是刑累犯的规定了。那我是建议说把这个五年内再犯这几个字把它删掉，为什么呢？对，因为是重复的规定，会让这个行为人会双重的评价。法官在实际适用案例上的话，他五年内再犯的话，他是可以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又可以用刑法47条来加重其刑1/2，会造成困扰。而且把这五年内再犯删掉有一个好处，因为五年内再犯按照刑法47条规定是加重其刑1/2，一定要加重。如果这个行为人有虐狗虐杀造成这个犬猫死亡的话，那他违反25条之3，然后他再用刑法47条加重刑期1/2，他可以处1年半以上7年半以下的有期徒刑，反而比25条之3还要重。对，所以这一点我请我们敬爱的委员能不能考量，就是这样子的话比较不会打破我们现在一般刑法的一般的规范跟集聚。报告完毕。好，那你针对内容的部分有没有什么，就是分这些然后有这些刑期，你个人有什么看法？还是要尊重农委会？对，我们尊重委员的那个，如果说有集聚的话，我是赞成说，因为现在虐杀犬猫的事件层出不凡，我是赞成要提高罚则。是，只是说提高罚则，我们立法的话，比要符合这个刑罚的一般的这样子规范呢、啊，提供给我们敬爱委员参考呢。但罚源的部分有什么建议？罚款我没有建议，这就是好 okay, 就尊重各委员会哈。所以按照法务部的建议，他只针对高委员的提出意见，就是25条之1、25条之2，6个月以上2年以下，2年以下改为5年以下。然后在25条之3高委员的部分，就是说5年内再犯拿掉，但上面所讲的说等情节重大这几个字是要拿掉的，是吧？情节重大可以保留，等字一定要拿掉。好，等字拿掉哈，之啦哈，那变成之啦，改为之，自复数动物死亡之情节重大，哈，改为之。然后呢，或5年内再犯，这个或5年再犯就拿掉，这是您的建议。我们在讨论，这只是我把它整理出来让大家知道，嘿，让大家知道。好，那农委会表示一下吧。那个各位委员，有关于各位委员提案的版本，在我们会里面的那个检视过之后，原本是倾向是说，如果不考虑到那个整个法条的那个横平性跟处罚的轻重的部分，是以高志鹏委员跟黄伟哲委员的版本去做一个会诊。那当然，在一个刑度的一个部分，我们目前看的其他国家的一个横平的部分，大概都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居多哈，那这个部分是在业务单位的一个建议。那我们具体的一个处理就是如果是要简化条文，不要去细分那么多的一个文字条文部分，我们建议用黄伟哲委员的版本，然后在刑度的一个处理部分尊重各委员的一个讨论。那如果是要再细分各种不同样态的部分，就建议以目前我们中整高志鹏委员跟黄伟哲委员版本。按照不同的一个分条的部分来做文字上的一个处理，以上的一个报告。报告主席，就是我们6个月以上，是不是刑度要拉到5年以下？这个可以请大家讨论，还是说还是维持像王委员的高见2年以下，但是那个6个月以上把它拿掉，因为6个月以上拿掉的话，按照刑法33条规定是等于是2个月以上2年以下，请委员参酌。好，这是两个部分，就是说高委员跟黄委员的部分，因为高委员的部分是他分得很细，那黄委员的部分就直接是一个把所有的样态统整在一块，那刑库去裁。好，那我们其实现在各位先决定这件事情，
就是说要把所有的犯罪形态都重整，这个是一个方式。然后如果不重整，那就是以高委员的部分我们再来处理刑度。如果大家都决议啊重整 ，OK， 那我们就来直接讨论刑度了。那如果大家认为说，哎，还是要细致以高委员的为主，那我们就针对他的刑不同的样态，然后我们来讨论他的刑期。所以请各位委员是表达一下意见。包委，我能不能再补充一下？好，当然当然可以。因为我是赞成黄委员的版本，就是因为他们的被害的客体都是说故意使动物遭受伤害或动物肢体残害，然后动物器官丧失功能或死亡，所以说他们被害的法益啊，事实上是25:1、25:2的被害的法益是一致的，跟高委员的25:1、25:2是一致的，对，然后都是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就是罚款部分，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把它适度的提高，这样子，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完善的。好，来各位委员表达针对重整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意见？跟那个法院的部分，那高委员，您是提案委员，您要不要不好意思，您刚到，就直接请你发言哈。你是说哪一条建议照黄委员？就是说以法务部的建议，他是觉得统整黄委员的跟高委员你们两个的提案。那现在就是说你的部分呢是在样态上做了细致的区分。好，那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讨论的聚焦就是在于到底是要以黄委员的部分把你的犯罪的样态。那我跟那个农委会是建议依照我的啊。好，农委会好。这好来，包他讲的说是以你们两个为主啦。好了，整并一下啦，那他一样让法官自己去判定啦，因为每个人的手法不太一样啊。行凶手法，目的达到就好了。哦，好，要不然这样好了啦，哈，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农委会的建议版本，因为它是整合了高志鹏跟黄伟哲的提案，好，就在这本大本当中的第五页。好，我们。这本大本是农委会替大家整理的，好，第五页当中的第25条，这是同整两位委员的哈。但是他们的刑责现在是提高到2年。对，我们再来看，就一起来看好吗？哈，他的这边是违反第5条第2项规定，故意使动物遭受伤害，致动物肢体严重残缺、重要器官丧失或死亡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新台币10万元以上100万以下。好，然后第二项呢，当然就是说讲到第一项行为致死之死亡之事主，好，非行为人者为该犯罪之被害人，得为告诉或自诉。好，第三个，虽非事主，但于因第一项行为致死伤而无特定事主或管领人之动物，非行为人而持有照护而有持续照护之事实者，推定为前项所指的事主。这个第二项跟第三项是黄伟哲黄委员的啦，哈。那第一他的第一项的部分是重整的高委员跟25条之1跟25条之2，好，跟黄委员的部分。那当然就是说高委员这边我要让您了解一下，就是您讲的再犯的部分25条之3，法务部有提到说你的第一项25条之3的第一项第三行，致复数动物死亡等情节重大的等拿掉，我们改为之情节重大或5年内再犯，这个是拿掉的。好，高委员这个部分法务部是有提出说明。好，来那个黄委员。刑法里面，对了，刑法里面累犯有一定的这个规范了哈。那另外一个情形就是，我尊重农委会他提的那个统整版，但是刑度部分，请各位请委员会再审酌哈，是2年、3年或是更多。那并科罚金10万以上100以下，哈，这个部分看大家对于这个刑度有其他对那个罚款金额是不是？有其他的填空，大家可以来填，可以来审酌一下哈，下限、上限都可以审酌一下。几个版本？那个来，农委会来。
各位委员哦，有关于我们现在同是罚金啊，不是罚款的、啊。OK， 有关我们同整目前的版本，虽然二十五条是那一个一年以下，不过因为高志鹏委员的版本在其他的条文是有不同的集句，后面有两年六个月以上，所以那个部分它是越来越重的。是，所以它是按照我们现在是按照高委员的版本把它加进来，就是说在第一种样态的时候是在二十五条，那后面还有三种样态有不同的一个刑度，那这部分是做这样的一个会诊。我们简单了哈，就是以不是主席，哎来，之所以要分集句比较简单，就是让他觉得很慎重。而且你如果照伟哲这个哈，当然有提高，但是可以想见未来哈，法官哈很多一定还是照最轻的来判的。你如果没有像这样分开的话，你所有的都适用同一个条文，即便你最高提高到三年以上哦，很多都是最后还是都判六个月，然后就一颗罚金或罚款，啊，修这个跟没有修一样啊。那你条例又看起来比较复杂，没有那么简单，但是至少表示我们对他的重视，而且才真的才有用。而且你如果不把它分开啊，不，尤其没有区分故意哈，你说事主他只是不小心，结果变成也一定要六个月以上。这个其实也会出问题的，就是如果是他很爱这个狗，只是不小心啊摔下来或怎么样死掉了，你变得也一定要六个月以上，但是你又不可能不定一定的刑度以上，所以最好就是还是把它分开会好一点的。没有啊，法务部就说不适合用累犯啊，因为已经有现行的加重的。好，那如果说这样子啦，我分作两个样态，大家再讨论一下啦哈。如果是以高委员的版本，好，我们就直接以高委员的版本啊、去做刑期的讨论，这是第一版。那第二版呢，就是说以农委会的啊、他去重整黄委员跟高委员的部分，哈。重整版的部分我们去讨论刑期，好，就是以农委会的部分它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好，那我如果改为好，我就是重整大家就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好，就是以刚才法务部的建议，好，这样的刑期既并科新台币十万块以上一百万以下，刚才所有的版本最低都是十万块，也有二十万也有三十万，最高的部分就是都是一百万起跳了哈，有一百万、三百万、五百万，好，所以说这个部分请大家表达一下意见。不过高委员的部分是有讲到做那个生命教育的部分，这个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讨论要不要纳入这个农委会的版本里面。好，那各位委员请表达。我想是不是这样哈，因为农委会它有一个整理的版本哈，如果依照农委会这个版本用高志鹏跟黄伟哲的版，是不是我建议是把它改成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直接就写两年以下，好吧？我觉得到五年好像有一点太高了啦，是不是我们就把它提高一点，变成两年？原来是一年嘛，那现在把它改成两年，好吧？然后那个。罚款的部分可以再讨论，我现在是谈这个两年以下，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先刑度的部分先确定，好吗？各个委员有没有？我想其实看起来行政单位都接受，高委员你可以接受，因为其实还是你们还是要决定到底，因为高委员他是有细致分，如果你没有先决定到底先要把做样态的分割，那我们就忽略高委员的意见了，所以在这边讨论刑期，我就觉得没有意义啦。好了，高志鹏没意见了，我们接下来讨论那个罚则的部分。来，高委员，您表达一下，你好了，好了 ，OK 了，好，那我们就以这个重整盘。好 ，OK， 那我们就以重整版了哈。那这边有提到。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改为两年，大家有没有意见？好，两年以下没有意见，我们在罚元的部分，罚金的部分，来各位表达一下，以大家委员的版本最低
都是最低都是十万块起跳，有十万、二十万啊，跟这个三十万、五十万也有哈。像高委员在最重的问题有到五十万哈，就是再听一次，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五十万这四个版本。那最高的呢，就是一百万起跳，一百万、三百万、两百万、五百万。好。十万到两百，有人提议。哎，等一下，农委会，你的等一下啊，你的第六页，你是有把高委员的纳进来呢？通通放进来，哦，通通放进来啊，哦，不是分开。是同样态的。哦，是是是是。黄伟哲委员的版本还是高志鹏？哦，是是是，那对不起，是主席做错了，对不起。好，那我们请大家从第五页再搬到第六页，所以高委员你还没有放弃，大家还没有放弃你。对不起，是我主席。来来，第六页二十五条之一。是是是，好，来我们看第六页二十五条之一。对，二十五条之一，对，所以我只是要提醒高委员的还是有纳进来。好，来二年以下还原的部分，刚才有委员提议两万以上两百万以下。二十万以上，一百万以下，好，两百万以下，好，那二十万到两百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就这样决定哦，哈，好，那我们就这一条二十五条就这样修正，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新台币二十万以上两百万以下罚元，罚金，罚金，罚金，哈。是，报告主席有一个文字提醒一下，在第二项的部分，因第一项这个第一项改为前项。哦，前项，因前项，好 ，OK， 第二十五条就这样修正。报告主席，不好意思，那二十五条后面这个高那个高委黄委员版本有说，因第一项行为致死伤动物饲主，非行为人为该犯罪被害人，得为告诉或自诉。但事实上在法。是，事实上在法律上来讲，事主他本来就是被害人，他可以提起告诉跟自诉了。所以你认为要怎么修正？是，你那整条拿掉，对对。我那一段可以拿掉，我同意啊。那一项。对，还有下面那一项也是。因为现在只是规范说流浪动物啊，因为他长期那个的话，取得嘿啊，可是取得事主的身份可以去告诉，可以提出告诉。可是问题是现在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有些。有些争议，对，所以我同意把它拿掉。对，委员的记忆很好，拿掉是好，谢谢委员，谢谢。对，我建议是这样，是是。二三项，那就只有留那个罚款的部分，对对对，刑责跟罚款的部分，没错。好，第二十五条哈，拿掉第二项、第三项，好好这样修正通过。第六页二十五条之一。违反第六条规定者，故意使动物遭受伤害，致动物肢体严重残害者，那处六个月以上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二十万以上两百万以下。主席、各位委员，就是我建议这个六个月以上把它拿掉，因为如果拿掉之后，按照刑法三十三条规定，就是两年以下两个月以上。像法官就可以在这个集聚里面裁量，是。那各位委员意见呢？我建议后面不要再细分了，你就已经从时间也刑期也拉长，金额也拉长，你后面还分那么多的细项，就让法官自己去定就好了。那个农委会表达一下，因为这是你们的自己整理出来的版本。王委员，我多少报告给啊？你如果只这种没有分太阳，一来表示我们分了太阳以后，代表是我们重视了哈啊。没有，可是样态不一样了，它更细分了，样态不一样了。啊，不然你如果没有这些细分的样态，法官一定常常就是最轻的判的。我们常骂那个恐龙法官为什么？
你因为你就是没有细分，以后他等于一样，你只是提高刑责而已，但是他常常还是用最轻的判，你根本就没办法。阿妈标起单东西啦。因为农委会建议说分太阳比较好。一样的，如果一样，如果钱跟刑罚一样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个第六条，然后再讲加上。那我们就建议哈，从第二十五条再改回来哈，就是说违反第五条第二项及第六条规定，就这两条整并，嗯。包主席，我提一个建议，因为他这个被害的法益都完全一样哈。我二十五条跟二十五条之一，如果可以整并，就是违反下列情形之一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拘役或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金。然后第一款就是违反第五条什么的规定，故意死。然后第二款就是违反第六条规定，故意死等等。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清楚，对。是报告主席，是报告主席这边再提供一个意见，提供参考啊，请各位委员看到对照表的第七页这个地方，第七页对照表左边27条的这个地方，那有下列情形的，它是处5万到25万的行政罚。那在其中的第六款、第七款，其实这边有讲到违反12条第一项宰杀动物，只有行政处罚，哦，跟前面25条违反第五条第二项，跟25条之一违反第六条，会不会有轻重失衡的一个问题？这个地方要做一个比对，哦，所以第六款、第七款一并，请大家请各位一并参考一下。哦，第六款的部分是。哦，第七页第27条，王玉敏的第六款、第七款。宰杀跟那个购买，宰杀。对啊，你25条之，你是抵触的呢。第七款已经25条之二，高委员已经有了，是啊，这是抵触的，是，这是抵触的。那第27条这个就当然不用，我们大家都有共识是。刑罚加上那个罚款，对对，好，好，那我们是不是高委员，你能够接受你的25条之一，能够25条之一并到25条里面，好，一样样态是一样的，因为罚源。好，那可能25条之二。报告主席，我这边提供一个意见参考，嗯，好，就是说如果也要一并处理27条第六款的部分，那25条跟25条之一也要合并，是否可以考虑就是说违反第五条第二项顿号第六条或第12条第一项规定宰杀或等等等，后面的文字就一样，嗯，那处刚刚所讲的2年啊或等等相关的罚款，那这样子就可以合并在一起。那这样的一个体力提供，大家就改为都2年以上，是哈，然后两年以下，但是要不要有一个基础点，就是6个月以上？当然你有提到3个月啦，但是各位委员看表达一下意见，因为如果说本来就很严重，这个样态那么多，好，那结果你就判个3个月，那又引起公愤，好。这个大家觉得法官报主席主要就是跟主席报告，因为我们在目前所有的刑法集聚没有6个月以上2年以下这个集聚，啊，如果是6个月以上一定是5年以下的集聚，啊，我是希望说我们的动保法不要，最好能够不要打破这个集聚的，好，请委员参考。 OK， 好好，各位委员的意见看怎么样，就是只是哈没有错啦，你是为了迁就你的这个条例啦，哈，但是如果万一法官他就偏偏这么严重，譬如说已经真的肢体残害，然后重要器官偏偏就法官给你判3个月，好，那就是引起公愤嘛，啊，所以我们想说各位委员这么的用心讨论，那花了这么多时间，那所以呢，是不是就是，毕竟还是尊重委员嘛，
哎呀，因为这件事情就像你讲的，他那个虐狗事件这么的频繁。对，好，来，那个王委员，你有意见要表达？哎，你被告。我认为去把它整并成比较单纯的。那至于我们法定下来，你法官不判，你硬要他怎么样，也是蛮怪的啊。我们有死刑，也有法官就不判死刑的啊，对不对？那所以说每个太阳就是不一样，那你就为了这个东西特别又去什么东西，也很怪异啊。啊，我们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真的刑期也加了啊，然后规范也规范得很清楚了啊，就法官自行斟酌嘛，不然到时候又失衡，变成好像搞到最后我们。人的部分还比较没那么啊，变成动物这也很怪异啊。好，王委员，好，那其他委员来，高委员。所以意思是说，等于二十五条之一、二十五条之二都整并成二十五条，然后二十五条之三变成二十五条之一，二十五条之四变成二十五条之二，是这样意思吗？对。是的。刚刚他们建议就是说二十五条的部分，然后把它涵盖到。我们现在只有违反到第五条第二项嘛，现在连第六条，那是用刑度的意思啦。对，然后他后面有犯以下一，比如说你刚刚一直很强调的那个态度，哦，致使他严重残缺啦，啊二，哦，比如说，就你刚刚讲的那几个太阳，我们再把它放进去这样。简单讲，就是高委员你的二十五条之一跟二十五条之二整并为二十五条里面了。啊，二十五条之二的第一项，二十五条之二也是放进去。啊，你二十五条之三还是先保留，还没有讨论到那边哦，只是先把太阳跟罚源，我们把它其一而已。不，对了啊，你现在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是因为它的刑度最高的是两年嘛？对。所以那个投影片上，二十五条跟二十五条之一、二十五条之二。有下列情形，下列不是下例，下列情事之一者，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20万而200万：一、违反五条二项、第六条、第十二项一案，啊，故意等等等，你们有叙述高委员讲的那个内容；二、违反第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等等等，有叙述那个内容。这样可以吗？就是二十五条之二，高委员的二十五条之二。然后就把。那违反第二十五条之二还没有放进去吗？有啊，对啊，对啊，没错，所以就是整并的二十五条跟二十五条之一跟之二，对，反正最高刑度都是两年以上，就弄在同一条，两个两年以下，整并在两年以下。这个没意见了，这个没意见。好 ，OK， 那我们就以这样的整合版哈。那所以二十五条之三现在就会变成是二十五条之一了，对不对？对，对，来讨论。好，那我们这样修正案通过哈。那我们来讨论，高委员的这个农委会他整并的，不是整并了哈，就是以高委员的条文二十五条之三，我们来继续讨论。那他变成相似就变成是二十五条之一了。对。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就变得是。跟高委员报告，就是二十五条之三，那个其中有一个致复数死亡等情节重大，那这个等我是建议那个删掉，因为在刑法我们有个刑法罪行明确原则。因为如果用等的话，会造成检察官跟法官在实际适用上，他没办法确定这个是不是等呢，啊？那是这第一点，请高委员谅解。那情节重大的话，本来是也是不明确的，但是因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已经有把情节重大列为构成要件，所以我们可以保留。那第二点就是在这个五年内再犯的话，五年内再犯，因为刑法47条是累犯的规定，那会造成法官在适用上，如果五年内再犯的话，他是要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又要用刑法第47条，而且如果回归到刑法47条的话，那个加重二分之一会变七年，会变一年以上一年半以上七年半以下，反而是更重，反而会比这个二十五条之三来得更重，这样子
比较能够达到我们贺主的效用，所以跟高委员报告的。等一下、哦，农委会你的整合出来的版本不太对，你整合出来的二十五条之三，跟高委员原来的二十五条之三是不一样的条文诶。跟那个招委报告一下，我们整合出来的二十五条之三的部分，原先的处理是在第一项的部分多了故意两个字、嗯。那不过因为这部分涉及的是刑罚，不加故意其实也没有影响的，所以可以按照高委员的版本来处理。因为我们其他条有故意为前提，那这部分在法医上没有影响。那第二个处理的部分就是高委员提出的那个所谓生命教育的那个条文，其实我们在动保法里面，在我们的第三十三条之一。就针对违反相关的一些 案件或是个案，他要去接受动物保护讲习，我们的名称叫动物保护讲习，就是要处理生命教育的，就已经有设计这个条文。哎，对。好，好，来，好，那高委员您这边觉得怎么样？对于法务部提出来的建议修正条文，那个等修正等情节重大等字拿掉，等这个字拿掉，改为之啦，好。如果要拿掉的话，语气要顺的话，就是自复数动物死亡之情节重大，然后再来，请你考量或五年内再犯者，你坚不坚持？好，可以哈。好，那我们就照这样。好吧，主席有一个文字的修正建议哈，就是说二十五条之三就改为二十五条之一。那前面说违反等等等这些规定，是不是写说犯前条之罪？跟二十五条之一，二十五条是一样的文字。好。哦、OK， 那我们就照这样写。直接用犯前条之罪哈、哦，用这种方式有加重的一个结果这样子。好、哦，违反改为犯。是、哦、犯前条之罪、嗯。然后故意使用哪些方法，就会有一种加重的一个结果。犯前条之罪。故意拿掉，他们农委会认为故意拿掉。等哪位等改为之。等拿掉。二十五条之四来，你看。不用。再犯不用。法规会，法务部，你这边再确认一下，是自复数动物死亡。之情节重大还是自复数动物死亡？顿号。不是哦，现在有一个情形的危险哦，危险在哪里？因为刚刚法务部讲的是，本来是高委员的那个是一年到五年嘛，但是因为什么？因为刑法四十七条里面有情节重大，所以是一年半到七年半。好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是这样拿掉。可是问题是，你又要跟前面扣在一起，前面是不是适合这样子？前面是两年以下哦，前面的那个刑罚是两年以下哦。那你这个东西，你这样子文字上不通顺哦。前面那几项是两年以下哦，啊，可是这个东西什么复数动物情节重大那个部分。反而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罪行更重，可是我的刑期的起始点是轻的。那加重其刑的话，那就变成三年，就加重一半嘛。因为你前面没有一个一年到五年，你怎么会有一个一年半到七年半呢？
可是你刚刚前面的犯前项之罪，二十五条犯前，你二十五条之一前面已经有犯前项之罪，你扣到前面去了，对不对？加重结果，那如果前面的罪是两年以下，那加重结果就是乘以二分之一啊，那就是三年变成三年以下，那就跟你后面那个高委员讲的不一样，那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哦。哎，你们可能要把这个文字厘清一下、哦。对了，你如果犯前条之罪，这个部分你可能，就不要改成犯前条了，照原条文这样就好了，就清楚了，独立一个条文了。对了，因为它有些不一样，有第六条、第十二条，这个就恢复原条文了，好不好，主席？那十二条第一项是不是要加进去？我们黄委员是哈佛的，哈佛学校毕业的。鲍主席，如果维持原来的文字的话，那十二条第一项可能也要放进来啊，十二条。好，那我们再做这样的修正哈。好，谢谢黄委员哈。大家针对刑期的部分，好，刑期的部分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没有意见？并科罚有50万以上500万以下，来，一年以上五年以下。高委员，你要不要拿麦克风表达一下？那 我懂了那个意思，就把五年以下拿掉，自然就适用刑法47条的累犯。对 对，自然适用四。好，那就是一年 以上拿掉哦，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是这样的建议吗？没有，不是、哈，不是，来。是五年内再犯者拿掉，已经拿掉了。五年内再犯。对，已经拿掉了。或者就是按照那个法务部的体例嘛，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嘛，好不好？你的体例是这样嘛？对，就是有这个集聚，他是说他的集聚就是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他原来的集聚是这样。好，那我们改为这样的集聚好了，好不好？因为是加重嘛，好吧？高委员，好，主席，一年以上五年以下也有这个集聚。OK， 好，那我们就维持这个案子好了哈。除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并新台币50万以上500万以下，大家有没有意见？好，没意见就照修正通过。
好，对，我们来看第三条，有前三条或前项情形之一，所以是要调整为前两条、前二条或前项，前项要保留吗？也要保留哈，或前项情形之一者。没有，二十五条跟二十五条之一，我们现在是二十五条之，二十五条，对，是二十五条，对，只有有前条或前项之一者，哎，对，好，主管机关公布其姓名、照片及违法事实，我想这没意见嘛，好，好，修正通过，来，我们继续看二十五条，对，先来看高委员的二十五条之四。也就是也是修正整并后的二十五条，来农委会说明一下你整并的结果，高委员的部分你有什么的建议？你加了二十五条之四，好，我们来看这本大本的第七页的二十五条之四，好，是跟右边第二行的蓝的第二栏的部分高委员的部分你增加了。来，农委会说明一下。前四条之行为人所饲养之动物，你加了这个东西哈。是那个前四条要改成前两条啊哈。好。然后五十条之五十二十五条之二。好，二十五条之四改为二十五条之二，前四条之行为人前四条改为前二条之行为人。好，这个没有意见吧？这个没有意见，好好修正通过。好，我们来看第二十七条。二十七条这边，刚才法务部提醒我们了。好，这个跟前面我们现在讨论的有点抵触。好，所以你们建议要怎么的拿掉？是，报主席是。那这边建议是第六款的部分删除，然后后面的款次就往前递移。第七款没问题吗？第七款没有问题。一样是规范规定贩卖、购买、食用或持有犬猫，或持其图体、内脏或持有或含有，这都有讲嘞。上前面就有讲嘞。你的第二十五条弄不共嘞。这个是那第一款是不是要拿掉？是主席。是主席，刚刚因为违反第十二条第三项，应该是第一款或这四个字要删除啊。第一款或第一款的部分是宰杀，第二款的部分是土体的部分。啊，是那十二条第三项的第一款在前面二十五条第一项已经有做一个处理了，是。所以要删掉什么？第二十七条，二十七条你要删掉什么？第六款删掉，那第七款呢？哦，包主席，因为修正的文字上面，修正的文字还是有第一款的部分，所以建议还是第七款留着。好。哎。但罚则的部分不会抵触吗？不会，因为前面那只有宰杀。前面二十五条之一是规定宰杀，那这个地方不是宰杀的行为。购买、使用、持有。好好 ，OK， 好。那这样就修正通过，好，好，来，我们直接看第三十条。啊，你说哪一个？有修正动议，刚送上来的。对，我们就照农委会了，好不好？好，来。苏委员也有一个修正动议，他是三十三条啊。还有一个二十七条。哦，好，来，我们一并来看，苏正清苏委员的修正动议第二十七条，他第九款。第九款的部分呢，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三项决定。未为宠物决议且未申报及提出繁殖管理说明，或未申报繁殖需求而繁殖宠物的，也要受到本条
第二十七条的这个处罚，这个有道理吧？这个对于非法的，就是说不守法的繁养场，好、哦、给予处罚，这个各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修正通过。好、哦，这个修正动议修正通过。好，再来第直接看到我们回到我们这些委员的提案第三十条的部分。三十条的部分是黄委员的部分增列，提高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好，龙委会说明一下吧。对，第三十条，邱志伟邱委员的这没有意见，因为他是配合前项的一些修款来修改相关的条次。那黄委员的部分，哎，他是有提高刑期哦，哦。没提高刑期，就是要跟刚才我们的结论要整要配合，好不好？这个就有那要改成两年喽。嗯，对，两年。OK 啊。好。那个委员，我们建议一下，因为前面有处理那个告诉跟非告诉字数的部分，因为那边已经拿掉了。对，拿掉了。那我们现在的版本也是拿掉。好，可以。就三十条拿掉是吧？对。OK， 好。可是你刚刚讲，我们刚刚没有三十条的最后两项拿掉，嘿，不是整条拿掉，不是。哎，我惊一下，嘿，好，啊，三十条部分要安那改，恁条次要甲讲一下无来？好，因为现在马上做记录，只是调整条次而已啦。来了，这个我想不要耽误了，就是你们去调整了，对，就去调整的议事人员，等一下那个法规会这边还有农委会法务部这边协助一下。好，直接三十条之一，这也是整理条次，嗯，好，这也你们去处理了好不好？那个农委会，这个没有问题，嗯，那个主席，来，你三十条最后那个违反前项第一款跟第八款规定之一哈。经裁罚处分送达之日起五年内故意，这故意要不要拿掉？嗯，好，我们再回过头来哈，站立上张委员有这边的提醒哈，第二十七条吗？第三十条，五年内故意再次，就是故意要拿掉，就最后一段文字。哦，对，就是跟前面的是一样的哈。好，那我们把这个委员，我们有个补充，如果故意拿掉的话，会造成两次过失，就有可能会构成这样的一个犯行，所以我们会建议说，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因为过失处罚一定要法律明文规定，如果这个故意拿掉的话，就会可能会造成农委会讲的这种情形呢。嗯。好，来发挥比较明确，因为那个行政处罚跟刑事处罚是不一样的。行政罚它本身是故意跟过失的处罚，所以就有可能我们业务单位所讲两次过失就会构成这个条文的处罚。哎，所以要慎重，是保留。好，尊重专业。好 ，OK， 好。那没有意见了哈，那我们这个就修正通过哈，第三十条的部分。但是如果有涉及到条次哦，配合前项你们法务部跟农委会哈，再跟议事人员做讨论就好了。那我们前面几项是两年以下，那你这个三十条的刚刚讲的五年内故意再次，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部分，因为你刚刚讲那几个部分是贩卖制造什么捕兽夹啦，或是以禁止的方式捕捉动物啦，这些东西跟虐杀动物那个恶性的评比较，刚刚那些恶性都是两年以下的虐杀啦，或者怎样的哈。那你现在变成，如果只是贩卖捕兽，不是只是啦，如果是贩卖捕兽夹，或是为拒未提供购买相关宠物资讯这些的，啊，或是说违反那个什么给予不具医疗目的的手术。五年内故意两次就是三年，就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你这个要衡量，你故意要，反而这样反而比杀害，好、哦、还要更重哦。所以我建议是不是干脆也拉到两年好了？
好，有没有意见？那个法规会跟法务部。嗯。好好好，那我们就以黄委员的这个建议来修正通过。对，两年以下。好，我们来看三十条之一。这也是配合的条次的修正。好，由农委会哈，授权农委会哈，你们来处理条次的好调整。好，三十三条之一。好，邱委员这边有一个修正动议，来，我们来看一下修正动议。只是一个第七款里面违反第十二条第二项改为第三项。委员，我们这边建议哦，还是维持就是违反第十二条第二项顿号第三项。第二项顿号第三项。好，可以。然后下面最后一项的。文字哈，最后一项，他把改得改为应啊，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令其接受其课程于动物收容所所参与实作的动物保护讲习，好，得改为应啊，这个应该啊，好，好不好？好，照这样修正。好，今天就整个都讨论完毕。好，那谢谢各位委员。好，那我们直接来宣读。条文。好，我们宣读修正。的条文，好，要给你们一分钟，好，我们休息五分钟了，休息五分钟，让你们调整条次，好，好，大家在这时间五分钟休息哈。就是这些情形啊，今天这次有碰到的是后面第三款什么第一项讲的，就是杀狗的条文，今天有碰到杀狗的条文。啊，杀狗的条文不是已经二十五条决定就已经处理了，为什么要回归到十二条？你要告诉我一下吧。好，我们再对一下，再跟各位。到时候变乌龙修法对吗？对啊，因为动漫嘛，很多的过程中就有会漏掉的。您真的太专业了。没有，在电视上每次看到你发言都钦佩你。不敢。太专业了，真的是。我都法务部的检察官。谢谢。不错。你真的是太专业了，刚刚真的是令我钦佩。不敢，谢谢。这个是死的内容，舞蹈的内容。
那本，我没看，你刚刚拿走。我上个洗手间，你交给郑。好，我等下。你们要看十二条，他们处理的是什么东西？来来。现行的，对，我是要看现行条十二条。刚刚我们不是讲十二条第几项？第二项不得任意宰杀，啊，但不就是不在此限。对，刚刚不是讲十二条之一？第二项跟第三项。第二项跟第三。这是第一项嘛？第二项、第三项。不是刚刚说违法第十二条第三项第一款。十二条第三项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我们刚修的部分，它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有亲自去看，邱委员的意思是这样讲，他说本条第一项第七款将本案十二项规定有关的禁止的宰杀，事实上是误植啊。误植的第十二。对，所以他是把它回归到本来是第三项。第二三项，他把原来的条文是写第二项，事实上应该是第三项，是这个意思。法医的问题。对，刚才哈，你是委员，他不是要修正这个吗？是，是不是？是这样哈。哎，有。那你们是建议改成第二项跟第三项？对，第二项跟第三项。但是第二项，你如果说改成第二项或第三项规定的话，后面的文字还要再顺一下。我们再来解释一下。对，因为第二项的内容是动物。公告之后，公告的动物的宰杀。公告禁止宰杀的动物。没错。那个文字也要加进来。好，我把它注意一下。好，我们继续开会，请宣读修正条文。报告委员会，宣读协商结论。动物保护法草案协商结果如下：第五条的部分，在第七款，不得以弃机车牵引宠物，弃机车的中间加个顿号后修正通过。第十二条。于第三项第一款当中修正为宰杀犬猫或贩卖购买食用或持有其涂体内脏或含有其成分之食品后修正通过。委员黄伟哲所提第五章之一、第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四条之二、第二十四条之三均不予增订。第二十五条修正通过，修正如下：第二十五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新台币20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金：一、违反第五条第二项、第六条或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宰杀、故意伤害或使动物遭受伤害，致动物肢体严重残缺或重要器官功能丧失；二、违反第十二条第二项或第三项第一款规定，宰杀犬猫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禁止宰杀之动物，修正后通过。高志鹏委员第二十五条之一、第二十五条之二均不予增订。高志鹏委员原提案第二十五条之三修正为二十五条之一，修正为违反第五条第二项、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一项、
第二项或第三项第一款规定使用药物、枪械致复数动物死亡情节重大者，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金。有前条或前项各款情形之一者，主管机关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违法事实。修正后通过。告知本委员原提案第25条之四，修正为25条之一，修正为在第二项的部修正为25条之二，在第二项的部分，原来是提案第2条修正为前2条之行为人所饲养之动物，前项供繁殖或买卖之特定宠物，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得没入之，修正后通过。提案第27条第六款删除，其余款次往前递移。另外，在原苏正清第9款的部分，照苏正清委员等修正动议通过。第30条，在第二项的部分，最后一行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为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余照案通过。条次授权议事，条件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第30条之一，赵秋元等提案修正条文修正通过。第33条之一，于第7款当中修正为违反第12条第一项规定，任意宰杀动物，或违反第12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宰杀或贩卖犬猫或经公告禁止宰杀动物之土地后修正通过。以上协商部分宣读完毕。好，针对协商，刚才宣读过协商结论，各位委员有没有异议？好，没有异议通过。这个讨论事项五案呢，并案审查完竣，凝聚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请问需不需要交由党团协商？好，不需要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本席说明，本次会议审查通过之条文、条次及引述条文部分文字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本日议程处理到此，散会。